随后我们再。我们路程大概不最多，除了外面更没有红绿灯。吃喝拉撒都是在同等。休息吗？眼睛会一直眨来眨。哇！都有。正，喊起来了。快到了。是白鹭。那个鸟也是那个大角鸟吗？对，也是大。那个鸟为什么要跟？小鸟，看到吗？小鸟跟着跑。有没有看到？你怎么了？来，他潜水。不会了，他不会撞的。马湾是脏脏的，像什么鸟啊？我忘记了。
艾迪，两个。大陆都罗马拼音的吗？